啊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随着王者荣耀更新啊，然后这边皮肤碎片商店啊，皮肤也都更新了啊。这边有那个更新的这个史诗级的皮肤是吧？特别是那个圣吕布和那个王昭君都是圣诞的皮肤都比较好看，不过吕布的比较不是那么好看一点，还是比较喜欢貂蝉啊。我们来看貂蝉的，貂蝉的其实。貂蝉这款其实挺好看的，腿长是吧，又方块，如果是这个貂蝉的喜欢貂蝉的小伙伴是可以去兑换一下这款皮肤，好像是78个碎片就可以兑换，我现在有82个碎片，其实我是想兑换那个电玩小子的，但是这边还没有，然后接下来剩下的好像，不过这个雅典娜也不错哈，雅典娜的战争女神，因为毕竟是个女神级的皮肤是吧，还是可以拿下的，也推荐购买，只是雅典娜这个英雄吧用的不是很好啊，会玩的还是很溜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还有谁比较适合推荐啊，不是这个关羽是吧，关羽的龙腾万里新春皮肤，新春专属的皮肤也不错，而且这个是只白龙马，白龙马一朝夕是吧，那个叫做什么唐三藏啊，驮着那个唐僧去取经啊，他那匹马不错啊。然后这个百里玄策这款皮肤不建议推荐那个碎片购物兑换了，毕竟不是很好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好看的啊？这个露娜也不错，露娜的哥特玫瑰也还可以啊。上一次好像是那个绯红之刃啊，现在又给变成了哥特玫瑰，没有皮肤的没有露娜皮肤的小玩那个小伙伴可以推荐这个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边应该还有赵云是吧，赵云的未来纪元也可以啊，后面好像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剩下就是两款男的。其实赵云很多都是免费送的皮肤吧，如果你是充超级 VIP 会员，充一个月，然后在指定页面也是可以领取一个皮肤啊。然后高贵族六也有一个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嬴政的暗夜贵公子啊，这款皮肤也不错。不过嬴政这个英雄需要点券购买，没有的话暂时就不需要考虑这个皮肤。毕竟这个英雄也是出场率也不是很高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个，后面好像没有什么好的了。那好吧，今天就推荐到这里吧。然后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去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或者 QQ 邮箱。皮肤就推荐到这里了啊。然后我这边感觉还是王昭君比较可爱啊。王昭君这款皮肤啊，精灵公主的新造型也是比较不错。就是今天的已经更新的造型了，我是花了半价啊6折把它买了一个王昭君的精灵公主，其实更喜欢偶像歌手，但是基本拿不到啊，要点券。